现在是在那个尖峰山润的手持拍摄，让我来测试看看它的所谓的 OIS 加 EIS 的防震效果。现在在那个日本尾岛这边，你看这边有很多坟墓。乱拍的，第二次，第二次。这边是一个小渔港边了，是这么算渔港吗？还是海港？是渔港。那个人中之龙这一代的那个主角都住在这里。啊。现实就住在这边啊。对，就他是虚拟人物啊。哦，不然带你去吹啊。嗯。有人是说可以来这边玩朝圣之旅。嗯哼。这边有他的地标吗？没有，要问狐狸本身就叫什么。OK。